打了一个七矿，所以说人族还是有一波出去的机会。看看后续他续的是什么，后续四基地也好了，攻防也比较快，运营还算流畅，还算流畅。人族的兴奋剂也是快好了。嗯，人族这波出门，出门了。嗯，这波应该先打开这个岩石，打开了，然后一边去压，一边自己把三个。对，但是 Miss 这个选手的坦扑的还不错，扑的还不错，十二分钟左右已经扑到这个，扑到这个位置还不错。用飞龙来牵制，这边其实不应该回防了，这边就直接往前推了，推出去至少逼迫他的飞龙回救之后再说。打开，哇，坦克已经架好了，这节奏有点慢，这个小绝这个选手节奏有点慢。现在 Miss 直接开四矿，那这样的话小绝这一波回防那就蛮难打的，反而被虫族给在一直牵制。对，其实虫族最怕的就是在这一波，就是在飞龙出来这一波出来骚扰的这第一波，第一波这个时候你这一波就三坦克，然后带上大量的机枪压到一个咽喉处，逼迫虫族换兵，这波兵换完之后人族就可以进入他的一个持续进攻的一个节奏。嗯，但是人族如果是在这样一个憋兵的情况下来打的话，让虫族一旦三矿运营的非常舒服，那虫族后续就非常的好打，因为你和他的飞龙成型之后，你的这个一船兵出去空投或者说双线的一个空投其实是造不成太大威胁，那正面一旦让虫族在这个时间段开始爆兵，那虫族的兵力会爆得非常之快。当然这个 Miss 由于他的这个运营有问题啊，所以说他的爆兵速度比正常的比较强的选手来说是差的比较远的，正常的在十三分钟的时候就是200人口了，两百人口，但是他在快十四分钟了依然只有157人口，所以说他的打法还是不太够职业。如果是职业的一个运营的话，在这个时候三矿是不可能开得起来的，这种开法就是你一开然后就是200人口一 A， 你这波兵就没了，然后虫族可以迅速的再补充200人口，两个人的爆兵能力都凸显了这不是一场职业的比赛，当然还是打得算中规中矩吧，也算是国服上面的一个普通水平。飞龙还是在后方骚扰，而且哎还没升盾牌啊，盾牌刚刚才升啊，这个小绝的运营确实有很大的问题，运输机也是迟迟才过去。现在对于 Miss 来说非常好打了，就是爆到200人口 A 一波，把他三矿 A 飞就可以了，就再爆200人口，瞬间就可以200人口。好，这边是大量的部队 A 了过来，先想点坦克，好 A 上去， A 上去，这一波虽然阵型很差，重复的阵型很差，但是就是兵多，兵多 A 平，毒爆也很多。对，好了，这场比赛结束了，这水平差的有点远啊。小绝不是国服前30的吗？这什么情况？好，打出来各种想睡觉，睡觉，然后几记了就直接一波啊！这个确实是在运营方面，小绝有比较大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还是没有领悟到一个这个就是压制的时间的一个 timing 的一个这种节奏问题，思路估计是思路没有打开。就是这一波兵其实很多的人族选手是不敢压的，因为在这一波他只有三个坦克，少量零星的一个几个机枪，他不敢压，而且他还没有盾牌，他因为这一波压出去肯定是送的，但是从大局上来说的话，这一波压压的话你让虫族反而就很舒服了，一瞬间就200人口。所以说这个小绝的水平还是要好好的再提高一下。而这边我看第三场比赛是罗娜打弯看，这个人打人啊，TVT 的罗娜呢，应该地图也是在这个安提加新港，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拼实力吧。罗娜这场比赛应该蛮轻松的。嗯，这边我看看罗娜是，哎，罗娜没有来吧，他的号我也没看到，还没准备好呢。是这个人啊， AG Fox 是，这个是队长，他们队长在等罗娜进来，他说拉我啊，这个是用他的号呢，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说要让这个人把他拉进去，拉个主机。好，现在开始邀请我们进去，可能要等一会儿罗娜才能进来吧。我觉得罗娜这场比赛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毕竟是现在中国排名第一的人族选手啊，所以说打这种业余选手他如果还要失误的话那就是9-1了。
TVT 蛮难失误的、嗯、我觉得蛮难失误的，他就算暴兵都这个容错率也是比较高一点。嗯，而这边好像两个选手都没有到，这什么情况？嗯，要等一等，估计两个人是不是在外面看看什么直播啊，或者干什么事情，对吧？所以说也没有进来。对，今天也是有这个 FXO 的这个、罗娜，罗娜到了，罗娜到了，邀请加入。哎，你不要去邀请，你邀请不到。我先看一下这个，我先看一下我们的为什么要窗口最大化呢？调一下，嗯。嗯，好，这样的话就是，哎，按错了，不好意思。你按错了，居然。按错了，不好意思。你这个是手抽了一下的，嗯，手抽了，按成了退出游戏。我也经常按退出的，对，这个有就是一打完之后有一个习惯性的就。不是你这个还好，我有一次赢了，都快赢了，然后他按了个暂停，然后我就按错了，就按了个退出。对的，这种最英了。没关系，再等一下吧。等 STL， 嗯，这个我们再加入一下他的游戏就好。嗯，他们还是没有。罗娜已经该进去了，应该已经进去了。等他拉我们一下。也是之前这个2010年的这个暴雪精英邀请赛亚军。嗯，但是一年的时间可以让这个各种大牌现在在网吧沦落，所以说罗娜现在的水平在一年前的话确实是中国排名最强的一个选手，那、嗯、现在似乎被后辈有赶超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不知道他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可能是他的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罗娜现在打得有点死，就是他的战术其实比较的固定。特别是他打 TVZ 的时候，大部分的重组选手都知道他就是三坦克一波，然后变化不太多、嗯、所以容易被重组选手针对。但今天是这个 TVT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这边好像是看不到我。你隐身。嗯，看我是灰色的，这什么情况？你穿了一个灰色的吗？你穿了一个黑色的。我跟他说我重新登录一下，对吧？不刚重新登吗？不是，他看不到我，他现在看到我是那个灰色的、哦、所以说嗯，所以说要再等一会儿。这边不过蛮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星际二里面这个做比赛很方便，你进了一个频道瞬间就可以把人拉进来一起。对，好，这边罗娜已经是到位了、啊、那我们要等这个观看。嗯观看这个选手有点好吧，现在到了、嗯不过我们还是按照流程吧，对吧、啊、先进一段休息一下看一下广告吧、啊